所以这个区还有很多的那个大使馆。那这个城市它觉得是比那个坎塔布兰卡还要干净。这个是这边的国会，摩洛哥的国会，在左手边。那这边的建筑大部分都是属于那个法国。我们现在右手边这个有一个时钟的是邮政局。因为这个城市，这两个城市有很严重的交通问题，所以他们就是开一个新的这个列车。房子啊，一些商店，它慢慢都会在这边，它反正造成一个很好的，就是沿海的一个。